太强了，太强了！那下一回合闪刀应该斩了哦。对，嗯，应该斩了。他现在手上应该是有启动的。这边跳过主要阶段已有。啊？诶，他按错吗？直接结束回合诶。你只要少喝一瓶麦香奶茶就可以直接加入了，有这么多贴图刷下去，吃电脑贺卡赖贴打电动写生日卡片跟阿庆见面请你吃饭录祝福影片，这么好的奖励赶快一起加入阿庆的频道会员吧。感觉闪刀会很会小，闪刀会有点痛苦，对对，蛮考验的哦。对啊，其实蛮考验那个、那个什么闪刀这边的技术，因为龙辉巧在先攻，他先攻哎、欸，我这好像有点没有救的感觉。我看他的手牌有扣跟埋木那个哦，干，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斩烂的，抓变天，然后神巫效果，嗯，然后 Alpha 先照上来做超量，异形超量，New Beta。那这里应该就可以，大家就闪到这里没手坑的话，基本上应该这场要爆了。对啊，这场要爆了，有够凶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是看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回放嘛，上帝视角，所以其实是知道闪到松边的卡片。没有错。哦，这里很恐怖哎、欸，这里就是那个什么他最害怕遇到的，你遇到龙辉桥没有手坑。嗯，对，遇到龙辉桥没手坑。嗯这里做淑女啊，淑女效果照了照了，然后变天再来，变天再抓我们的康师傅，哇，再把外星人，哇，再填子弹，重伤宣告者 AK 康师傅，哇，然后再抓珠光，哎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场上一堆挡，然后手上一堆挡。哎呦，好恐怖、啊！好恐怖、哦！我会想真的是，哇，来了，康师傅，太强了！这边被然后基本上这里也很难解，因为对方有一个 IP 的话，你想、你如果想用火刀的话，他会先做连锁。对，这里就算抽到火刀也没有什么，后燃器就是闪刀本家的乌拉卡，他可以去破坏对方场上的怪。那目的有三张卡之后，他可以连带去破望对方一张后牌。哇，这基本上应该是会，这边基本上会被扛烂，因为他手牌已经好到爆了。对啊，你看，你想发什么啊？丢天使，然后扛，丢天使扛，然后你想做是不是？珠光宣告者灰流利，嘣嘣。等到机关，也扛。没有，这里。好痛苦啊、哦！这里应该超级难打。没错，不过这里，哈哈，丢烂，真的是康好康满，康好康满，对啊，他这个就要骗到最后一栋了。你看，他这一把全部的卡都丢了，啊，这里应该是直接没了，真没了，因为这里最后就算最后通招01，你扣了什么？你就算 link 出什么东西，其实也与他无关的。火刀，那火刀效果想要减一目的的一张卡，那 IP 发效果 link 三吗？link 三做我们的独角兽给他弹一张，他可以抓启动，可以，然后抓一个启动。那这里好处是他把。康师傅就是重光宣告者的卡 的手牌全部耗光。嗯，那这里感觉好像还行吗？哦，做风闪埋木。哦，这里看似好像蛮有料的哦。这该不会要被反打了吧？哇哦，直接拿夹子、啊。哦，这里不会被反打吧，康师傅？哎呀！哦哟，这好像蛮紧的哦。把你拿来 link， 好像可以耶。
哇！哎、欸，我没想到解得了哎、欸。对啊，蛮厉害的哎、欸，很屌哎、欸欸。这还蛮厉害的哦、喔，而且这个是赚的、欸。哇！完了，我们刚才没有很仔细的去盯闪刀的手牌，闪刀的手牌也是偏蛮虎的。对啊，这里捡一张，值一张，然后可以回收那个。进入药群，做连接运输车。走，这边释放特招，抽一张，再释放变天，可以再检索。哦，这里真的很严。嗯，哎、哦、呀，龙辉桥严起来真的是哦，真的可以去，我们可以去泡个泡面再回来，大概对啊，对啊。你做啊，他这边要摇边三张1万上，哎呦，直接想要叠天庭号，直击啊，对啊，直击叠天庭号打两发。哦，他几个素材打几拳？他刚刚有三个，对，打2400。啊，直接做这个那个炼金术，对，书筒，然后再天庭号，然后再上叠。哎，直接先把你弄走再说，因为他墓地的零二，我。一二，这里连锁躲掉，这里感觉有点急吗？对对，好像还是会进去，对对，没有错。嗯嗯。啊，这边天庭号已经没有素材了，可以盖一张，盖了一张 G 哦。感觉这闪刀还是很尽力的。他其实第一回合已经解得很好了，對啊、真的就是因为你被眼牌定个 full 那个全康阵，然后你还可以解到他是这样子，那这里是没了，几个一样老套路了哈、哦，反问、啊、哦，全都站起来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得得得得得得，这样好了，拿到第一场胜利。这里其实刚才大家可以那个观众可以看一下，那个其实解得算还不错，嗯。解的算还不错，而且他刚被反制至少4-5次，哎，我觉得超屌，还可以至少，对啊，至少，哇，这里还 OK， 还 OK， 哎呀，一个封锁鸟，那这里先丢了，好痛苦啊，唐倩琪，绝对是不要让他抽哦，我这里直接宣哦，这里直接宣次元障壁宣仪式啊，哇，哦，这里玩的漂亮，这里背边上次元障壁是一个很好的。很好的卡片，那次元障壁的效果就是发动的时候，我可以宣言一个属性啊、宣言一个召唤方式，融合同调，然后超量跟那个摆荡，还有仪式、这五个其中一个，然后接下来对方场上该属性的怪兽或者该属性怪兽无效之外，他也不能再叫那个属性的怪兽出来。对，他唯一不挡的就是挡 link。就是他挡不到，link， 可是他其他的召唤方式都挡。OK， 那这里是闪刀的基本操作。哇，这边一个机关就真的是很顺的哎、欸，很顺，这里就很顺。他确实有被那个什么次元障壁，真的有应该有被他搞到。嗯。那这里就开始闪刀的日常操作，开始。先回收，回收启动，好猛哦！对啊，而且他这里捡了一个鲨鱼炮，等一下你墓地想起跳的时候，除外你墓地的怪兽。哦，先给你弄走，他直接先发了，盖三，然后墓地啊，他再把鲨鱼炮盖回来，对对对对，鲨鱼炮再盖回来，然后水闪再捡一张。哎呀，这里你，而且他还有特别控制，就是墓地的魔法卡在4张。对，不然其实他刚机关应该可以再回收再多1-2张。对，主要是他两张启动都有拿到，其实就很强。对啊，启动，然后加曾经割布，这个是闪刀闪刀最完美的墓地魔法卡。因为闪刀它的魔法卡都会带有那种附加的加强效果，就是我墓地有3张魔法卡，
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再多做一条效果，其实还蛮猛的。嗯。好、哦，鲨鱼爆。嗯，这里应该有点不好搞的，因为你就算目的想起跳被鲨鱼炮，然后出来你想发效果，你也会被那个，嗯、你也被他还有夹子，那他这个鲨鱼炮是用激光盖回来的，所以出场的时候会除外，就除外，这里做反转。好，那这里反转的话是没办法触发神物的效果，对，因为它是要通招或特招成功。哦，那这里是做了 Link 吗？哎、欸，一个凤凰。哇，这里做凤凰就有点、欸，就有点在垂死挣扎了。嗯、这个哇，先把你机关弄掉再说，不让你回收哦。哇，这里直接夹子了，哇，夹子，然后墓地有三张魔法卡，之后取得控制权。对。嗯，直接投降哇！确实啊，他我刚刚看他是不是，因为我一开始没有看清楚，他是先丢了封锁鸟再丢狙吗？对，所以其实好像有点迷。因为我刚刚有，然后主要我觉得不错点是换上去的次元张臂有开到，那个其实影响蛮大的。对，次元张臂开下去，他牌组至少一半动不了。那这里是龙回巧先攻。那做这个机超龙威桥，嗯，那要看一下闪刀这里放，可能闪刀这边，因为他如果是选择后宫的话，应该不会再选那个，嗯，刚刚所出现的那个哦，对啊，圣章币，圣章币是陷阱卡，对对对，他速度太慢了啦。后宫可能用不太到，就处理不了。你可能反而要去放，嗯、如果是有那种无效对手怪兽，然后不能用对应的，像是冥王结界波或是禁忌的这种，嗯，这种卡片、哦，我还是要看我们的 Z 位选手有没有抓了一张虚荣魔王啊。我来偷看一下 Z 位选手的卡表，我来看一下，可以偷看偷看。好、哦，这里丢封锁鸟了。这里有断吗？哎、欸，他是直接单发。嗯。这里如果他，所以他成功了，是不是？成功了，哦，成功了。对。那这里就不好说了哦。没有错。因为龙辉桥最怕就是被丢锁鸟，然后锁鸟成功之后，等于说你不能再把任何的牌拿上手了。对啊。哦吼！哎，这里还是做了个墓碑啦。嗯。哇，一个笑分。哎呀，这里漂亮啊！这里就是打算把你掐死啊！对啊，确实，这里闪刀这里就是打算把你掐死，直接往死里打，直接结束了。对啊，这个看到封锁鸟，嗯，这看到封锁鸟就很惨了，很痛苦。哦，那曾经哥布林开始埋第一张，有没有？曾经抽启动，哇，一个吸啊、哎，哇，然后对方完全没有任何挡，哎，哇，好舒服、啊，北洛拉抽烂的。我刀炸一波，后燃器先砍。对，刚好墓地现在凑三张了。哇、哦，闪刀这里优势极大、啊，极大。零二打一下再变身，打一下之后效果封神的平权。对，在对墓。那这里他的墓地已经有三张魔法了，吉祥。对啊，有够爽的。哦，这个锁鸟只能说丢的有料。嗯，
封锁鸟加校分是真厉害，他完全是就是把你掐死，直接丢了一个闪刀启动。那这样等一下应该是想要用火闪捡回来。嗯，对，看要抓个爪子还是鲨鱼炮，先预备一下。火闪先捡墓地启动。哦，检索再抽。不，他有别的卡，他是可以捡机关。嗯，因为他是有机会多抽一张的。对啊，因为他墓地已经三张魔法了，好强哦！天哪，哇！奇怪，他玩的闪刀好像比较好玩哎，我玩的好像比较难玩一点。好爽哦，好爽啊！赚卡，闪刀是最爽的，好舒服啊！哇，而且他也没有急着要去检索哎，直接两张闪刀启动在手。他直接这里直接换人哎，他可能、嗯、他可能手上还有别的坑。对，他可能手上真的还有别的，因为他其实还有两张卡是未知的。对啊，现在已知的是三张卡，还有两张卡是未知的。那、啊、这里墓地 Z 塔发酵果，丢一张，丢变天，看看有没有动。跳出来，那检索，哦，抓了一张仪式，哦，变天，哇，又有一张，果然。My God！ My God！ 他就是我握有封锁鸟，我就是不开，我要把掌声，我要把掌声鼓励一下，就是不开启动，看你怎么演。Z 位你真的太无情了 ，Z 位你真的太无情了，你真的太无情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是龙辉巧选手，我应该心态已经破防了。嗯，我已经破防了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想要按那个左上角那个红色启动，有没有手指？有没有手指？看来已经效果已经处理了啊，没有手指，完了，完了。完了，难怪什么都不盖。对、啊，跟你说，哥是有料的哦、喔。因为不盖是在戳、喔，不可能。再想一下，绝对没有在戳、喔。好强，好强。对啊。这座虚魔龙王。对，让你主要阶段一跳过。这个你做神武也没用，神武也不能、不能拿，效果做不了。然后他这边堆木也不能抓啊，其实真的是有点没办法了。哇，这做一个万呢，做一个独角兔，垂死挣扎一下，苟延残喘一下，看能不能发生奇迹啊！哦，这个应该是没有连锁点，这个应该是没有连锁墓地效果什么，你看这个木子。丢，一定是丢锁鸟，这不可能丢这边。做一样闪刀日常操作，哇，莉莉丝特招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那下一回合闪刀应该斩了哦。对，嗯，应该斩了。他现在手上应该是有启动的。这边跳过主要阶段已有。哎、欸，他按错吗？直接结束回合哎、欸！啊，因为他是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进入主要阶段二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直接结束回合，就是他的这个虚荣魔王的效果是会让对手跳过主要阶段一、哦，对，但是他有两个是日文的，你如果选到右边的就直接结束回合。哦、OK， 对对对，哦、因为我被这张搞过。我觉得他可能按错了，不然他其实可以直接进入主要阶段二的。哇啊，这里好亏哦。对啊，啊，他是直接对对手回合 turn man face 一 skip。有观众说、完蛋，难道要因为语言被搞了吗？还有封锁鸟啊！哇，第三只。我这个这太猛了，这个应该是 BN 了。你哥，我真的帮你拍手，你真的太强了，你真的是世界冠军，你超会打牌，你真的换了三张封锁鸟上来，三张都给你拿到，你天选之人，你超强，难怪
对啊，我怎么觉得不是故意？你知道，我觉得他不是不小心按错吗？他是故意的。对，我故意的，我就是要秀给你看。而且他就是要秀给你看，我有三张封锁鸟在手上。他也知道我们在直播这一桌，要故意给我们做个效果。真的哇，这个高级的哇，高级的秀炫技啊！对啊，我操！哇，好狠哦！给你活路啊，大爷！嗯，这里还在想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目的要零二啊，这根本就……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如果是那个什么，是我的话，我应该心态爆了。我现在爆，我应该直接左上角直接点了。嗯，这里我真的想不到这样还能怎么打。没办法抽，真的太痛苦了。而且哇，再一个灰流哎，丢的丢都丢了，哇！那、啊、这边到底是多顺啊？这个闪刀，其实那根本没差的。对啊，他有锁鸟那些都没差，那可以随便玩的。那丢给你看啊，说我还有这个怎么样？啊，好扯哦！我怎么觉得是不是不小心按到、啊、高级 BM？ 嗯。哎呦，好狠，真的好狠，受不了！有观众说可以赶快点左上角了。我想说奇怪，我想说打到我们16强选手应该不会有什么按错这种啊、对啊，就是失误产生的。我没有失误啊，我就是秀给你看，没有失误。你在说啥？哦，慢慢来啊、哦，慢慢来。哦，又一个，再一次，再让你跳出这阶段，对啊，这应该不会再按错了啦！哇，笑分呢、欸，世界冠军真的，哎、欸，他这个手牌两张很明显，两张启动，世界冠军，怎么跟我斗？世界冠军，他太强了，他真的太强了，嗯，他心态崩了。哇哇！我真的看到心态崩了、欸，我是说，哇，这太猛了吧！真的是顺到不行，三张锁鸟，我看到第三张锁鸟，我真的破了。太扯了。哦、直接进入战阶，好了吧，哥，别再鞭尸了、哦，不要再鞭尸了，李立志。哦呦，打过去，到零二。他想效果直击嘛，站阶发效果哦，风闪直击，没错，嗯，啊自爆，然后做风闪，风闪直击对你，飞哥怎么有点，他不是有启动吗？还是他启动发了？应该还没手上两张启动啊，都没开。好、哦，又堆了这个。好啦，哥，不要再逼验了，快！咱们赶快，赶紧的，没意思啊！抓了一个机关，再抽一张。这太狠了，啊，真的太狠了！哇，再来第二张启动，就是操作了，是没办法的。对啊，哎呀呀，到底是多顺啊！哎呀，我可以去厕所一下吗？好，你先去吧。这个觉得没对，交给我。这边可以暂时不用去。这里真的是有点拖、哦，哇！那因为现在已经是主要阶段二了、哦，所以看他这边会怎么做啊？我觉得他刚又抓了
一张零二哦，感觉是哦，这里来了一个夹子，先把你抓过来再说，有可能应该是会 link 掉。哦 ，OK， 哇，用闪刀机关把你点掉，哎，这个已经是哇，有点。哇，好，再回收一个夹子，他这边其实可以回收蛮多牌的哦。哦，再回收一个后燃器，可以轮到对手回合，两张牌哦，你两张牌到底要怎么跟这个？哇，这根本打不了啊！有夹子，哇，又有什么？哦，这里有神物。又如何？轮到对方回合了，来神巫通招，哇，又有一个泡影啊！这边真的是，你知道他刚刚做了一个操作，他用夹子把对手的这个魔网给抓过来，然后用闪刀机关点掉，直接点到目的。这还蛮那个的，这还蛮常见的哦，这还蛮常见的，这个闪刀的细节。好了，哥，可以了，这个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，看不下去了。好，再一个夹子，这夹，然后要回杀了吗？因为那个宣告神物是 Chuna， 它是协调怪，它是可以做随机的，就看它是否要做随机技巧。好，来了，随机技巧。玻璃纤维，玻璃纤维效果进场，从牌组再抓一个协调怪上场特招，这应该是抓校分啊，抓哦，也可以，不影响。可能没校分的吧？还有校分吗？两张校分在墓地，可能没校分的。其实没差，抓啥都可以。哦哟，毕竟这里是斩的，这里斩。然后还有灵异通招，做一个保险，这可以直接打死了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令四点嘛，零八变那个独角兽加3000，撞就爆了。又要访问，哇，陨石哎，真的哇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这有点东西耶！哇，哎呀，好、哦，把你炸掉，对吧？哇，这个没斩，别搞哦，别搞哦，这有点牛逼哦，这有点扯，这有点扯、哦，已经有点超时了、哦，啊？回收启动。他中间盖的那张是知道的吗？还是未知？有点，我刚没有看清楚哎。没关系。对啊。哇，又有回流啊！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这个 match 实在是太猛了。首坑大战。应该大家基本上什么手坑都看到了。对啊，泡影、校分、灰流、陨石、封锁鸟，然后封锁鸟，哇！啊，这应该也没什么好讲。开机关启动。我要别说，不要他牌组剩九张哦，不要把自己玩死哦，哥。他会不会有？那个他吸毒的时候有一张零二已经对有不要把自己玩死哦。对啊，羽毛少啊，哇哇，这里有点痛。我怎么觉得要把自己玩死啊？对啊，哦哟，一个施展禁术啊，这里是能抽啥？我看一下他墓地。他墓地两个零一，然后启动有几个？启动有一个，
然后盖伊换人。哎，这里不好说、哦。我怎么觉得 BM 到自己要爆了？对啊。哦，不会吧？爱玩的下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还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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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话不要说太快。哦，话不要说太快，有可能抽起来都是坑。对, 對, 對，都是坑。哎、欸，这里要看有没有做，应该黄蜂炮吧？我看一下，闪到黄蜂炮应该没有在墓地吧？还有黄蜂炮吧？ 但他除外的十张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也不知道什么，说不定黄蜂炮跟第三只那个零一都已经被除外了。啊？哎、欸，他不是会放一张那个吗？什么贪婪之虎吗？哦？用狙慢慢把你打死，慢慢扁。哇，其实他也没办法再抽啊，剩五张嘛。这里真的很危险，他没办法，他没办法再抽了，他狙扣着也没意思。对，哇，这个不太妙、哦，惨了惨了惨了，这不太妙、哦，哥。先抽一张，有神巫哦，哇，三选一，有神巫哦，这应该拿神巫吧？对，拿神巫。完了，我只是觉得要被搞掉了。哇！哦，直接破坏。木子感觉有点被玩掉啊。嗯。哦，光宣告者。简变天。嗯。再把仪式怪兽或魔法卡加入手牌。这里要看后台那张盖的是什么，因为假如后台那张应该不是夹子，我看一下木子夹子有几，不是啊，他主要怪兽格有卡了、啊，要没办法开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算是夹子也不能用，夹子也没用，对，对啊、确实，真的是确实也没用，有点尴尬、啊。哇操！哦，先把你后台给弄掉再说。这样就站桩慢慢扁了。舍弃一张手牌，哇，又是这个外星人，哇，他开一张曾经哥布林，假后台啊，那也没差，嗯，因为这个不盖白不盖，因为你其实已经你也没有来抽了，这慢慢子弹上来就哇，真的是、啊，完了，要被玩掉了，我觉得这个陨石还蛮有料的，对啊，而且我们真的是哇，那一栋整个就。非常关键，那一发我真的看到，我那一发我看到心态崩了，一点效果。Oh my god， 变天效果抓烛光，这里就看能演多大就演多大，然后反靠一波。这应该是可以斩的啦，这应该可以斩的，这应该可以斩，没意外的话，哇，因为有流星灰，有那个流星灰小群，对，应该直接斩。哦，哇哦，再来一次，虚荣魔王，那么多。那这里就恭喜我们的 Hello， 哎，减半，减半了，哎，为啥？他开了那个金满谦虚啊，他开了金满了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减半啊，伤害减半啊，他有誓约，哎，这张没斩哎，不过我觉得，哇，这场是怎么回事啊？效果做最好最满的一场，你看那个，其实生命值很低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场地会有一点裂痕，你有看到？哦，对，那场地的裂痕超大，好像刚发生过地震一样，笑死！啊，直接扁一扁的，哇，可以的，收一收了，好了，恭喜我们的 Hello 选手屹立不摇，用我们那个陨石解放那个访问。
你想访问，嘿，不给你访问，太神了。恭喜进入八强。